大家好，我是四年八班的朱安辰，今天我要介绍我的作品《沙漠》。首先，我用蜡笔水彩构图，在粘上细沙，呈现沙漠的沙石感。沙漠其实是个很缤纷的地方，陆地上有着蛇、汉、蝎子，以及生命力强韧的仙人掌和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上头还有炽热的太阳。沙漠是个很缤纷的地方哦。